再还是来一碗辣椒油。家人们，今天这个面是我自己切的，手工那个叫什么？叫什么面？小那个手擀面。再来一点火鸡面酱，家人们，这个酱超级香，多来点。今天咱们还有一个小灵魂，是那个海椒。今天这个海椒是我那个炒的，咱们厨子吃海椒。我的妈！妈！好，这个面我自己切的，叫什么面？嗯，特别劲道。这个丸子也是做完自己炸的，山药和猪肉。这个炒还挺好吃的，虽然辣。嗯，真好吃。那鼻涕都吃出来了。